最近宋茜素颜出行被拍，身穿 oversize T， 圆滚滚的肚子十分抢眼。不明吃瓜群众表示，这是毁誉了的节奏吗？我们印象中的宋茜是这样子的，舞蹈担当，身材身形都很好，有小蛮腰也有大长腿，加上不错的衣品，在穿衣这件事上似乎从来都不会出错。休闲帅气风还是温柔可爱小女人路线，她都能 hold 得住，就连丝袜配皮鞋的搭配都能穿得不雷，实属不易。但是近日被拍到的宋茜画风大变，素颜的她身穿宽松上衣，大玩下衣失踪，最受网友关注的莫过于宋茜的肚子圆滚滚的，好像怀孕一样。侧面一看似乎好一点，但白色 T 恤还是让宋茜显得有点大只。平日里的宋茜实际上是个小妖精，穿 crop top 大秀满腰，似乎还有若隐若现的腹肌呢，怎么一穿大 T 就变孕妇了？不用说，上面的女装都是 oversize 白 T 恤的货。宋茜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，演员、歌手、主持人 FX 组合队长。2007年，宋茜在北京市舞蹈大赛中被韩国 SM 娱乐有限公司相中签约，成为旗下练习生。